嘴巴跟鼻子，好多、哦，天啊！真心喜欢猫的再来养猫，因为养猫要养一辈子，养任何动物都要养一辈子，所以你们如果真心喜欢动物再去养，不然就不要养。还好，看品种，贵的话应该是豹猫，豹猫一只，我上次去那个鱼中鱼看，问到一只三十几万的豹猫，可是我觉得我有它就好了。害天赐，飞翔你好，我不是说他哦，我是说豹猫，跟你们分享我看到的东西。害暖暖就是这样啊。可以买台宝马车，有道理耶。对啊，可以买车了。嗨，内草，谢谢 LES， 谢谢礼物。帅不哥你好。嗨，不要咬你，不要以为你挥臂我就认不出你了，你挥臂我还是知道是你的。嗨，路人欸，体面吗？你想听体面哦 ？OK。你怎么要听那么悲伤的歌？昨天还有紫 V 吗？我唱体面吗？我可不可以就唱一句？欢喜玩耍。汇款很麻烦，你可以用 APP 啊， APP 出资个120也有紫 V 啊。那你去储一个蓝罐吧，加我微信可以吗？可是加我微信要刷10000个星星。不太会唱歌，就哼了这几句给你听，尤其是体面。欢迎阿里巴巴，嗨维他命。通常分手都是不体面的，这首歌根本就是骗人，那就是100元了。对啊，
一万个星星等于猫币。欢迎晴儿。什么意思？嗨 ，WAY 你好 ，LYM 你好，我就只有这几首连放吗？不一定哦。你要放周杰伦《晴天》？嗨，一无所有。我想先把我等一下要听的《逆流成河》听完。谢谢 L I N 的礼物。嗨，一二三四五。嗨，从头再来。我应该会唱吧？看我想不想。希望你好。草人木你好，欢迎蒙特强森，欢迎咬 LES， 谢谢礼物，是点歌礼物吗？谢谢咬的点亮，祝你炸奖欸。我刚刚那首那个逆流成河还没听完。我都是看心情唱的，对啊。那你应该小厨而已吧？谢谢咬。祝你们中个500倍！嗨，别我。结束我就放你的晴天，充个500而已。什么尺寸？什么意思？欢迎原定今生。